我觉得这次比赛就是很爽，因为在家里比赛的感觉，然后观众都为我们加油，那个气氛非常棒，然后也是有史以来我们四大运团体成绩最好一次，其实非常开心啊，因为又一次突破。就觉得也是很开心啊，在家里比赛，然后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很多人为我们加油，然后更多人支持我们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也让更多人认识体操这样子。基本上希望体操这个运动可以更多人来一起参与，因为现在台湾体操人数来说还是蛮少的，如果能够多一点人的话，相信台湾体操会更加进步。我觉得就是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观众，就是让很多台湾的人民知道我们就是练运动的到底在干什么，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有多辛苦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让他们真的知道我们平常真的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公的感觉。对啊，我木家属全部都上来，彻底帮我加油，谢谢你。